要传送影像给亲朋好友或在网络上分享之前，总会想要快速调整一下相片。透过 PaintShop Photo Pro X3 中的快速修片模式，就可以把这些相片编辑工作处理得又快又好。按一下右上角的快速按钮，就可以开启快速修片。这张迈阿密天空的影像非常漂亮，只是有一点歪斜，利用图示列中的歪斜转正工具就可以很快的修正。这个工具会显示一条水平横线，只要拖移这条线的每一端，直到它对齐到您希望在影像中变直的线。例如这张相片，我以海岸线为准对齐，按一下套用就完成咯。快速编辑中的修饰工具有牙齿美白、助晒皮肤等神奇功能。在这张相片中，我把新郎放大，按一下瑕疵移除工具，就可以移除掉少数不完美和有瑕疵的地方，也可以使用取代颜色工具加亮眼白部分。这张海滩风景照很不错，但透过智慧型相片修复可以让它变得更好。我可以增加饱和度，让颜色变得更鲜明，同时调整阴影滑感，让阴暗处丰富一点。最后稍微调整强光，让高的一边变亮，就变成一张更能吸引目光的影像。快速修片可以针对影像做很多快速的调整，在这段影片中，我们只示范了几个利用快速修片编修影像的简单技巧，您自己可以好好的试玩一下，一定能获得更多惊喜效果。